哎，飞船，有人哪里有飞船？这下副车，我这个兄弟过来帮套路的是吧？赶紧给我吃一口。哎，真爽！哎，帅哥，我刚才掉了只雪糕，你俩有没有看见？啊，我知道。等会儿给你吃一口，再给我吃两口。行，这个没看见，你也真不知道。哦，那真是奇了怪了，还能被小狗叼走了吗？真有这可能？我刚看见一只小黑狗从那里散步的。怎么可能？你把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你看，你手呢？你看，另外一只手呢？有人。你看，两只手同时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哎，帮我拿一下。这我怎么拿的？我不敢。哼，我看就藏在你后面吧，赶紧拿出来。啊！你看，这没有吧？哎。那真是奇了怪了。啊、你怎么了？啊，最近在学跳舞的。哎，真是越忙越乱，我还等着去找朋友帮我看一下我那个包皮房装修成什么风格呢。哎呀，你不用麻烦人，你可以上主要榜，你看。完全不知道咋装修的，上面有个设计无价功能，只需要选择小区和户型，就能生成三种不同风格的 3D 设计案例，还能720度看实景效果，直接拿过来让装修公司照着装就好了，不拿手信，连设计费都省了。担心装修花冤枉钱的话，可以用智能预算，输入户型面积就能获得全面报价，人工材料等所有花费一目了然，能避免很多坑难。家里要装修的都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行，等会儿我也去看一下。帅哥，刚才有没有别人从这里面经过？没有啊。哦，没有美女，没有人经过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美女，你快回去吧。美女，你快回去吧，天太热了。行，那我回去找找吧。哎，美女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帅哥。我怎么看你好像不是在跳舞，是想上厕所的吧？对，就是想上厕所的。你在这我不方便，你快走吧。行，如果你找到了，就请你吃吧。有人。给你吃两口。你这，哎呦，不是辣刀。风车和枝桠，枝又摇又转，这里的风景。